看看露娜，拜拜。我们今天要去干什么，娜然？出去玩。好，走。我今天天气不错，我们要去一个花园，一个付费的花园，听说挺漂亮的，我们去参观学习一下，然后回来好弄我们的花园。然后大家看那个我们的草地不是被那个露娜给尿了吗？我们草地缺一块的，只要露娜只要尿一块就少一块，然后又重新补了草。给大家看这儿好多新草的苗，还有那边，这看着就生机勃勃。然后现在我们家花园夏天的花陆陆续续都开了，前院的月季园依然在盛开。Garden. Hello. What a nice weather, eh? Pretty good, isn't it? Well, yeah. It's actually a bit too hot, really. Yeah, a little bit. Two adults and two year old. Kids are free. Oh yeah, cool. So just $20 per adult. Yep. So all the flowers, four more gardens out that way, and then there's a woodland walk that goes all the way around outside. Nice yep. on a hot day because it's all shady. Yeah. And then the park setting out this way. It goes out to the big trees at the back there. There's an amphitheater, nice lookout. Sculptures around the garden to look at. A couple of art galleries down below the house. You'll see them as you go around. Yeah, sweet. 这花园地图，它从一百多年前就开始建了。哇。哇，你看这葡萄，有点鸟语花香的感觉了啊。这什么？这是毛，这不是毛地黄吗？不是，我也不知道啥花。这里的花的种类，我的天！这是大丽花，应该是那个是大丽花。哎，那个花好看。哪个？那个，哼，白色那个是吧？啊。不知道是啥，感觉又像是那个从叶子看，应该像有点像，不太确定是兰花类的。这个是六贝丽，六簇花。这能想象到这个花园的劳动量有多少吗？然后我跟你说，我可估量，你知道吧？我一看见这个就满园子，我知道都是福，就光修剪这个造型都得蛮久的。这只是一部分。我们得拉你。哎，可以上那个上去看看。这是它的阳光房。哇哦，这边拿去。哇，从这儿是可以。哦，那个大葱花，大花葱。哦，大花。紫色那个大花葱。哇，这可以看了一圈儿。哇，这边一堆。哎呦，包包包包，抱着他不，那边，你看，咱俩分车。这谁要私人家弄成这样的，无敌了。我跟你说，这不累死几头牛的话，我觉得都出不来这种效果。但我相信新西兰，我感觉应该有私人家是这样的。肯定有。By a thunderstorm, a lightning strike, as we hold each other tight. You're the rose in a garden, and it shows if I'm honest. You're the leaves in mid-August, and I've come out here.你看它的菜园，爸爸，种了葱、生菜、小萝卜、辣椒。哦，草莓，草莓，你看草莓都拿那个网子网上，要不然鸟全吃了。它那边大白菜，哦，那个，你看到那个了吗？那是什么？那也是一种菜，我知道。洋蓟，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来着，有点像马蹄。芥吧，
不知道大家评论一下，我也不知道是啥。好像有点像马蹄，蹄棒。哎，不对，你这家伙一会儿猪肘子都出来了。不是，哦，应该我记得里边有个蓟，什么一个杨蓟，应该是杨蓟吧？有个蓟的草字头那边。妈妈妈妈。我这道路两边我，真漂亮。这个大葱花好看。哇，大花葱，大葱花，大花葱好像是叫。大花葱。好像叫大花葱。这应该是大丽花，大丽花品种好多哟。嗯，大丽花真的是各种各样。这是什么花？这个就我是除了那个绣球以外，见到这种，还有那个哦，有点像那个什么，天竺葵。它不是。除了绣球、天竺葵以外，这是我见的第三种这种就是花，就是爆花那种。就是一簇，就是按说一个花骨朵上就应该长一个花，它是长了一团花，也不是哪有胡萝卜呀。啊，胡萝卜！这是胡萝卜呀，这是花苞哪儿啊？哎，你摸摸看，胡萝卜，这胡萝卜，那这个是什么呀？你看这小的，这边，这个小的呢？这边这小的，小麦豆，西红柿，好高。嗯，但是很漂亮，它球形的这个是。嗯。哦，这一片百合是吧？百合绑起来蛮好看的。哎，这百合也太高了，太大了。哇，这一大堆百合。那哎不是哎哦，这是大草子。哦，还有这么多堆肥的。嗯，好，一下一个，你也下一个。你看这边有点雨林的感觉。这个应该就是那个。那么大蕨类植物，侏罗纪时代。哦，你看到那个了吗？哪个？大叶子是吧？对，又见大叶子，多少盆？又见到这个大叶植物了，改天可以去那个植物园看看了，和那儿比一比。哦，那是蕨类，那蕨类好多呀。漫山遍野。嗯。哎呀，好大叶子是不是那儿啊？好了，哇，有桥嘞，咱们过来走吧，谢谢。小吊桥。哎呀，晃起来了。你说咱家以后要这样多好。我第一反应那么小。请园丁呗。可以坐，可以坐，休息一下吧。来吧，休息一下吧。说一下，坐着休息一下。刚才我们逛完那一半，还有那面一片还没逛。今天好热。嗯。今天室外31度。那吃的什么呀？是桃，豆条。这刚吃完饭2个小时。哇！这是睡莲吗？红花的。嗯。红色的蜻蜓。哦，有蜻蜓是吧？啊，对，有个小蜻蜓。这月季园，这月季园没有我们家种类多。虫呢？毛毛虫啊，就是那个。哦，他说那个长得像毛毛虫是吧？哦，这是那个博物馆。是吧？我看到大毛毛虫了。
有回声是不是？喊一声。哎呀我。小的建筑博物馆。哇。哇。哇。这边小的一个艺术馆。这是海水的。这是海水的。你下面就是海湾，这是海。你能闻出来海味儿啊？是吧？海的味道，这是海水。那下面那就是海。那边。爸爸爸爸爸爸。哎。爸爸。哎。哇，你快过来，快看。整个海湾一览无余，那面就是 Littleton。现在是退潮。要去挖蛤蜊吗？哎，要挖蛤蜊。哎，这好萌的小建筑。哦，这是可以上去的。哇，一个瞭望台。老师快来。诺瑞，爸爸你在这，快上来。好的，我上不去。妈妈帮你。妈妈上得去，那有台阶。妈妈跟你一块走，上。上来吧。爬山虎是吧？拼了一个。哎。我在带你呢。好棒啊！好棒啊！来坐这看看吧，上来吧。诺瑞，你看到什么了？嗯，海底，海底有鲨鱼。有鲨鱼，海是不是？还有鲨鱼，有鲨鱼，鲨鱼怎么样？吃人，吃人，这哪学的呀？对呀、啊，不知道在哪学的。他没教他这些东西。吃人，吃人，吃人，那你害怕鲨鱼吗？害怕鲨鱼。来，这花园怎么样？就花园这个事儿，就在别人家的都是最好看的。大概怎么样？这花园是成人票20。小孩免费，今天花费40块。那今天拍视频帮大家省个门票钱，是不是？大家不要忘了点赞哦。园艺爱好者应该会挺喜欢的，非园艺爱好者，就如果是单纯旅游的话，就可以不用设个景点。对，喜欢花的话可以过来看看。